到的是威选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RNG 打野小威。好的，欢迎威，也是恭喜你们获得了两连胜。今天其实说实话，你们的一级团打得非常的激烈，只有你跟小明在入侵。小虎虽然后来来了拿到了双杀，但是确实是非常的拼心跳的，所以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是2分多的时候，眼看到了对面打野的开局吧，然后刚好下路可以推线嘛，然后就去他野区就跟他打架吧。对。那其实大家看到你们选出的布隆，第一反应是可能是偏比较保护型的打法，比较被动，但没有想到今天有点像小万豪，所以这个从任布隆又是什么样的黑科技呢？你怎么评价小明今天的表现？声明的布隆是打进攻的吧，然后表现很好。那前期其实可以看到你们打的好像有一点点上头，尤其是峡谷先锋追得很远啊，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就是不知道对面 AD 会来吧，然后追上去的时候发现多了个人。对，那我们可以看到 PSG 它阵容是开团也蛮多的，相反你们是更加的偏保护一些，跟往常不太一样，所以你们有的时候看到他们这种弱的开团的英雄的时候，怎么去变被动为主动呢？就是防住他的第一波吧，然后开始反打。对，可以看到你们其实在下路二塔那一波，说实话所有的人看到都觉得很惊险，尤其是被团灭之后，队伍内部是怎么样去沟通然后稳住这一个局势的呢？当时好像是陈伟暴毙了吧，然后后面就是只要不被他们第一时间冲死，就后续还是好打的。毕竟其实双 C 也是非常多的位移的一个技能嘛，那可以看到你们今天在最后都是大家一起坐上了海克斯科技门地图的那个小隧道一起出门的，所以当时你们是就是有秩序的在喊着说大家一起坐这个门一起过去吗？因为就是这个海克斯龙的话就出门比较快嘛，就赶路特别快。对，所以你会很喜欢这个所以你会很喜欢这个改动吗？有时候打大龙是挺讨厌别人坐这个门赶过来的吧，就是因为太快了。确实，那可以看到你昨天的这个韩服 rank 是登顶的，然后最近会不会觉得其实自己对于这个 rank 非常的有动力呢？然后因为鉴于你最近上分如河水，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上分的英雄？rank 的话就是最近的分数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推荐英雄的话就感觉猴子挺厉害的吧。对，猴子推荐给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猴子的心得呢？就你觉得这个英雄为什么最近很强？就是刷野刷的三级就打架挺无敌的。好，大家应该记住了，已经拿好小笔记记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次也是来到 MSI 嘛，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交手的选手呢？想和 T1 的欧尔交手吧。好，那也是期待在之后可以看到小威选手和 RNG 更加精彩的表现。那我们今天的赛后采访呢，到此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拜拜，谢谢小威。